我们说过 ChatGPT 看起来有旺盛的学习动力，背后的互动语言模式也越来越精准地创造出预期中的答案。往后学校老师在设计作业时要怎么避开 AI 的因素，才不会出题给了 ChatGPT 回答而自己改的不是学生的答案。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我们更要结合 AI 的存在事实，更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判断，在这个过程中考验着人与机器之间怎么合作，同时也怎么互相寻找各自的价值空间。 ChatGPT 的出现将会改变人的工作、行为和学习模式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把 ChatGPT 当成一个手机，我们在设想没有手机的年代日子是怎么过的，而现在如果没有了手机日子会怎么难过，就可以想象 ChatGPT 将会如何改变未来了，特别是工作和学习上的改变。基本上呢，它会是工作与学习生活的一部分，大家都必须要拥抱，更要懂得借力使力，才能反过来操纵它，而不是被它取代。简单说，它就是一个读书破万卷的机器人，以资料库搜索整理的模式输入对话，就可以融会拼凑成一个个可长可短的答案或者回应。在对答的过程中，当你发现这个机器人似乎无所不能、无所不懂时，你会感到兴奋还是会感到害怕？我想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疑问，心中也要有一个答案。但我们千万别问 ChatGPT， 要将这个话语权保留给自己。 AI 的厉害在于它不懂得害怕，也就是会勇往直前，寻找让自己看起来更聪明的答案。跟 AI 对决，人是应该感到害怕的，因为人害怕失去，这就是人的宿命。然而更可怕的不是失去工作，而是失去道德感。最终道德底线操纵在人，是人决定了一件事情的好与不好。想象把 ChatGPT 用来进行电话诈骗，将会如何提升诈骗团伙的功力和火力。所以说道德这件事必须由人类来决定。科技如同火药的发明，火药本身是不带价值判断的，是使用的人和背后的动力决定了价值的意义。如果我们跟不上这个时代，就会被时代碾压，如果再追不上 ChatGPT， 就会彻底被 AI 取代了。你怕跟不上还是怕被取代呢？包容新科技，就要在混乱中找寻新秩序。目前以上这些话稿还不是机器人生成出来的，不过呢，也许很快 AI 就会取代我的一部分工作了。但是哪一句是真，哪一句是假，真真假假，谁知道呢？